大家好，池子啊，看到了吗？现在极地已经建设成这个样子了啊。然后狗狗的屋子灯啊，已经那个外面的墙建完了，然后棚也建完了，灯也建完了。现在就是大概外面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啊。每个狗的屋子、窗户、门、灯。排风、上水、下水，啊，都 OK 了。然后，这个是狗狗的医疗室，啊，看到了吗？三个窗户，很大的嘛，空间。这个是狗狗的洗澡的地方，我再给你看一下啊，看了吗？然后镜头给你转过来嘛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啊，这个是医疗室，现在已经成这样了。然后这里面有两个灯，咱们看看灯好不好使啊？哎呀，不行，灯没按开关呢。然后这都是隔离的地方，狗狗睡觉的屋子，每个屋子，这还有，现在大框已经建成这样了。看到了吗？上面这个没扣盖了。然后下面这个，我不说建一个避雨的地方吗？现在搁这建，一天的时间啊，已经建完了，明天就扣盖了。这里面狗狗可以临时避雨，然后临时休息啊。看了吗？现在狗都在底下休息。这是水。有的狗狗都厉害的狗狗都给隔离了，看到了吗？明天这个就扣盖了，明天就扣盖，很快吧？对，有人说咱家是中国速度是吧？给那个凯撒和珍妮一会儿找两件衣服，然后那个舅舅给他带回来洗完澡了，给他找件衣服穿上一会儿。然后这个屋子也开始建了，这是同步建设呢。现在这个面上已经掉了一个方了，然后开始扣棚了，这个棚是一起扣的，我估计应该有3天也就扣完了，很快哈。现在已经建设到这种程度了，每天都是不同的样子啊，都是能看到进步的，是不是？嘿，你们好吗？你们挺干净啊！看这个小狗是在财务舵救的那小狗，这个小狗你们记得吗？然后这个小狗是在那个库房里面救的小狗，还没给它剪毛呢，这两天这太忙没时间。然后给底下你们看到了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大啊？这个现在那是搭建，明天就会建完了啊！你就快看它有多大了，它是总长是5米长，5米宽啊，长应该达到15米左右，反正这个那面也会建，总共长应该是达到将近40米，你们看这个面积有多大了吧？所以说这咱家就是同步的进行啊，现在也赶时间赶工期呢，也怕孩子们遭罪啊，这狗狗们遭罪啊，那早点把这事情解决了。那大白熊我给拴起来了。大白熊咬人呐，这家昨天跟公主打架把我腿咬了，我不能再放它自己给外面跑了啊，必须给它拴起来了。这咱基地后院现在也都建设，这一个小狗是咱阿姨家那小狗，太叫，先给它放后面去。看这三个大管了吗？你们不用担心狗冬天的问题啊，冬天咱们是有暖气的。然后这个三个是烟囱啊，然后这个三个这个大铁管子花了将近3600多块钱吧，好像是，我没记错的话啊。它这个管子这是那个烟筒啊，就是咱们基地了啊。那个妞妞吧，就做绝育了，领上医院了啊。那个藏獒，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你看这虎子冲我屋里面
来回跳，看不着？没能看着虎子吗？你看看，你看他多厉害，太淘了。渴了，你们刚才看到外面有水了吧？啊，一堆水。去，你都喘了。喘了。这狗干啥呢？搁这铁锅炖自己呢。嘿，这谁呀？他怎么藏这里面？还是地上？这两天外面下雨，让狗跑的。咱们屋子平常应该很干净的啊，你们应该知道。嗯，然后这两天救了两个狗，然后舅舅救的，一个呢是那个有冠状的小狗，然后别人联系咱们那个救助站的啊，那个小狗吧，冠状啊，在那个康会，咱们以前那个治病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有个小女孩是花钱检查的，我听着意思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两天我忙着那个房子那边的事情啊，然后那个舅舅去救的，然后是他出了检查的费用，然后剩下的费用是咱们负责的，把这小狗治好。我不知道你们看不到那期视频啊，然后我给你们看看这小狗现在活挺好的啊。嗯，这只小狗在姥姥屋呢，嗯，挺健康的，小鼻挺湿乎，挺可爱。花5块多块钱，行啊，一条命。联系咱们了，咱也不能袖手旁观呢，是不是？嗯，该出手时候得出手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我听着我也直迷糊啊，我都挠头了。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有个小狗被主人抛弃的啊，我都不知道那小狗是什么，好像是不是雪纳瑞就是泰迪，他是舅舅领的，昨天救的吧，还前天救的。啊，这个狗站不起来，然后咱们领潘医生那儿去治疗了，潘医生意思拿回家咱们那个先观察观察。啊，残疾治不起来，那狗嗷嗷叫啊，然后那个老舅给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，咱们现在家里面还行，能吃啊。然后里面看一眼，就这两天发生的事儿啊，一个是这个咱们基地啊建设的非常的快，一个呢是老舅救了这两个狗啊，我没去参与这个救助啊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啊，我里面看那小狗，走吧，你干啥呢？还挺得劲儿啊，臭宝，没办法，这现在这下雨，这地踩的也太脏了，只能让他们给屋里来回跑了啊，我怕这个外面下雨啊淋湿了。嗯，现在条件挺刻苦的，咱们也看到了，目前这条件让狗那个先那什么吧，先给屋里先待着吧，晚上之后又给他们铺垫子啊，偷吃野菜呢，搁这舅舅踩的野菜。这个是护法啊，搁这里面咱就别动了啊，这狗咬人啊。这是斗二，你家这狗跟老舅多亲呢。嗯，你看这虎子又回来了，小跟班，它能跳着就能跳回来啊。这是巴克皮皮，好几天没看到大家这些毛孩子了啊。然后这里是那个小狗，给他那个，嗯，我给他吃了个罐头，然后那个他现在站不起来，你看这小狗特别瘦，站不起来，嗯，身上梆硬的，这么躺着吧。这也不知道是雪纳瑞是泰迪啊，主人给抛弃了，来捡饭吧，应该是治疗了没治好，带着点了，给他吃的营养膏，吃的那个罐子挺好的。你看这狗它冷，我给它铺的垫子底下的盖着点，它那时候嗷叫你知道吧，就那时候，我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给你们看到那个时候。吃点营养膏，我都吃罐头了，看，它比较累，吃那个罐头，营养膏还真差一点，它站不起来，现在就搁这缓着去的，嗯，还能吃，嗯，挺好，看了吧，我都吃了一个罐头了，你们该说我不喂它了，给你们看看，
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这小狗不错啊。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，能挺过来呀、啊，就是真是福大命大了。但是我估计挺过来的时候身体也不好啊。我让你们看那个他救他那个视频，看得让人心疼啊。晚上再喂吧，不能喂太多了。行了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啊，这是那个张龙、小木一家啊，他们几个搁这长期霸占那个屋子。小歪歪啊，都挺好的。啊，这小歪歪，非常的活泼啊，皮肤病治好了。这是小木的俩孩子，哎呀，啊，长那么大了，也长大了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臭宝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这臭宝给他洗一回澡，这头发蹭的锅底灰洗不掉了。哪天领他剪剪毛去吧，这没有时间呢。这个时间真的是让人，哎，谢谢谢谢你、啊，哎呀妈呀，你干嘛呀？好狗，好，不用欺负人啊。哎，谢谢，我也谢谢你啊。目前呢，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，过程就这么个过程，我全力以赴的加紧赶工啊，希望咱们早日能给他们，最起码能临时先居住了吧。啊，先能居住了，现在就是这样了。还有一些事情以后跟你们说吧。你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呀，需要我注意的，然后大家提醒。